你给我弄啥？我给他，我看到回来了。谁杀的？你给我好像我拐回来。你搁这儿。给他打电话，叫开到弄弄弄回去。听是跟着。你咋推的？走，你咋那家不要？哎呀，咱家了。你咋那家不要？赶紧，赶紧，啥子嘛？啥子不可以，不可以，遛狗子或遛狗子或者你看见了吗？我说啥时候不要？你好，你这个，你孟学子，这又不说了，我说他。孟学子上楼去了。他去了，他去，去四楼有钱。就是，赶紧。我说他不要了，把你和他。怎么办？我就问孟学子，他打电话，你看他要跑的。哎呦，你这，跑了，你叫住你害跑，你完整去了，完整去了，哎，完整去了，整个说。 你叫我弄啥嘞？我一回来一看冰箱没了，你给我说完整去了。哎呦，别提那冰箱了，冰箱又不是我非弄的。那孟学说的他不要了，你胡说啥嘞？俺整用了冰箱还不要。孟学，你快点过来。你不相信？你问问孟学，你问问恁爸，恁爸俺叫俺太的，他说的他不要了。我问俺爸弄啥？俺爸没个家，我问他。哎，这真闲人给这的。 孟学，冰箱就是你不要了。我要，他不很不说的。他说瞎话。然后他那天抬的，我跟我咱爸说，我不要了。我说我要啊，他不叫我抬，我直接又抬不动，他又不叫咱爸给我管。我说我不要了，恁抬走吧。看看是不是他说他不要了。他说不要，那是说的气话。你啥意思啊？你啥意思？你现在我去哪儿？我问你。我去哪儿的？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去到恁姐姐。你看我啥都没。就去他家弄啥？就去他家弄啥？ 我这你拿那红薯弄啥来？那搁到那儿，恁要不吃，俺不吃，扔了我也不吃，不叫他吃，喂狗也不叫他吃。你拿着俺东西全给他弄啥？你还啥的厉害？哎，你整天你看我一说去恁姐姐，你都这。我冰箱给恁的，我问你。我叫恁姐拉走了。你赶紧给他拉回来啊！我不管你现在打电话，快点。拉走了，拉啥拉呀？我不弄箱一箱，我那你叫不拉，我一说你都别去。我跟你说，他不送回来，你都别去。那别说了。
他吃不成，你能啥的？讲着急，吃点啥的？哎，我为啥能吃？我不叫他吃，反正叫点，你给我多啥的，我多啥都爱吃。不讲着吃，孟学，我跟你说，下回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，这冰箱拉走了，你说咋弄？要不你去给我买。 那我也没法，你上那班的，我也不能打电话去，你回来呀。要不你给我买啊？你看，这货的东西，这货的东西，你扔了，我那都不讲了。这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，你给我揪，都是因为你，你以后还有啊？我自己再说，你再去啊，以后你都别回家了。叫他养活着你，孟轩走，走，不管他，你家捡养活你，冰箱赶我拿回来啊。咱不养了，你赶不给我拿回来，你试试。走，胡说一会儿我试试，我拿回去，走，四十不少天的。走，走，走，你便宜。 孟学，我跟你说，就他这，你就在这儿治，拉两冰箱又拿着，一点东西给他了看见，一要可会管他牛家把你逼。不管他，走走走，他没说，叫我你吃一点的，你都给我甩甩，给我扔扔。哎呀，真厉害！哎呀，快给我吃吃。你给我出去，不然你别想。 你弄啥嘞？你赶他走开！我想说去恁家住两天的，他让我扔，他不叫我去恁家。哎呦，这天天弄啥嘞？你看过你说的绣球不是个东西，我就说去住两天，他都不叫。那你怎么跟着他？他也不会。他把班扔出来了。哎呦，走走走，回家，不要看弄啥嘞。你不住呗？你这早点事儿，叫人家就在这住的。哎呦，还在家住楼里是不是？咋了？咋了？你说咋了？ 咱妈在这住两天，孟学，咋了？你给我说，这回是不是你太过分了？是我过分还是你那妈过分？这事你弄的哎！我在楼底下，我都寻思妈说了，你让他让我要拴着咋子？你弄啥嘞？他拴的他咋了？你知不知道？我为啥不让他在这住？你知道你为啥不让他在这住？我说我给他住两天。别说，你就不叫我给这住？他老不可给我供出去了。我真是有理说不清，你叫我为啥不让他妈给这住个这哎？你记住，不管为啥，难道不应该在这住？难道不会给他撵出去？孟学，你别我说啊。 哪有那房子妈卖了？他给恁姐的一半，给小姨的一半，他从来没想到你哎，啊，恁姐不要他，他在想到你了，你以为他会平平白无故的回来？恁家住哎，你啥意思啊，妈？你这我都说不要我，恁姐他出去旅游去了，我就搁这住几天，我都走了，那我都去转恁姐去了。哎呀，他出去旅游去了，呀，恁那还姐给家伺候俺婆子了，人家要的待见你了，要钱的时候可会说。我说你啥意思啊？ 这事儿你为啥不给我说嘞？还孟学给你撵出去，撵出去都不回你。你孟你说卖的钱都给恁姐的一半，给恁二孩的一半，人家想念你了还。那我的钱嘞？我的钱我问你。那是老大哥的，要啥钱呢？要钱。看见没？俺没的。俺老大哥，俺都不用吃饭是不是？俺老大哥俺都在免费管你。那你不管我谁管我？妈，我都不说，要多少？你这有钱意思就妥了，要不要都中。你天天啥意思？ 还孟学给这扔嘞，就是孟学扔了，他又咋住？孟学给你撵出去了不亏，你要失去了，现在你自己走啊，你别一会儿给我。我就我就非我不让他给这住，你给他说你劝我走了啊！给我准备说给我咋住嘞？不叫他住，他我也不叫我走，给我咋住嘞？哟，就那跟楼底下还哭嘞，你可会哭，你能会装嘞？我都不知道。我不走，反正我不走，我不管，你咋的了？你回来你再给他弄出去。你弄啥？我走啊，你别过来，你别闹，我不走。 我反正说啥你都不听，我都转正屋了，今天我都转正屋了，那不叫我住过呀，这个。你等着，我不走，我就不走，我今儿个我就不走，你会咋地我今儿个？不走，我还给你撵出去。哟，孟轩，你这我就不走，你还在家啥也好，赶紧走啊！你怎么反正你弄啥嘞？还闲着？你弄啥呀？哎，你说你还你说你弄啥嘞？哎，孟轩不叫你住，他对了，赶紧给我出去。那妈办事办的不地道啊！ 不是说我不想让他这住，没人叫他来，他想念你了。我跟你说，孟轩，你做的没问题，你天天这种，哎呦，真是太偏心了。啊，别说了，等他回来，你还一会儿给咱姐打电话，一会儿给咱姐打电话，给他赶紧接走。